到了，没有，浩鹏。总统赖清德17号中午在府内接见万里国中毕业生许浩腾，许浩腾称赖清德一生学长，原来两人还有这段缘分。啊，更难得的是你是第一名毕业，对，哇，厉害！我好像看到了我之前的自己，我也是念万里国小，念万里国中，也是住这个中湖村，我国中毕业也是第一名毕业。许同学就住在万里中福里，和赖总统一样都就读万里国中国小。两人会见面，因为许浩腾认为和赖总统有很多共通点，鼓起勇气写信给总统，和赖总统分享自己想当 AI 机器人工程师，获得接见。有一度想要念技职教育，但经过几十年来台湾社会的进步，特别是人工智慧时代的来临，所以我是很祝福你哦。朋友们进那个场合，我觉得真是气氛会是一个沉重，但是后来跟总统聊一下之后，会变轻松有趣一下。接见场合变轻松，原来现场还有一段插曲。许浩腾一岁的弟弟陪同进到总统府内，在现场充满活力，爬来爬去，玩得相当开心。小 baby 相当好奇，赖清德将他一把抱起，有趣互动也被直呼是总统接见年龄最小的一位。三立新闻黄正波、屈道云台报道。